What's this? 这个是安琪吗？安琪，应该不是你老公吧？新东西啊，快点了。所以这里面该不会是大麻吧？孙安琪，所以。 你根本就不是瑜伽老师，也不配当个慈善家，你就是个毒虫。你怎么敢在我们天虹社区的更衣室里面抽大麻呢？我最讨厌背叛者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这么支持你的基金会，而你。 却背叛我们对你的信任，还跟毒虫搞外遇。为了我们天虹的名声，为了我们天虹一家人，请你立刻马上搬出去我们社区。你一辈子都不会犯错吗？截至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吸毒过，也没有外遇过。你真的有病？对，我得了一种病。 一种洁身自爱的病。What's this？ 这个是安琪吗？安琪，这个男的是谁？应该不是你老公吧？新东西啊，快点了。 所以这里面该不会是大麻吧？孙安琪，所以你根本就不是瑜伽老师，也不配当个慈善家，你就是个毒虫。你怎么敢在我们天虹社区的更衣室里面抽大麻呢？我最。 一直以来，我们都这么支持你的基金会，而你却背叛我们对你的信任，还跟毒虫搞外遇。为了我们天虹的名声，为了我们天虹一家人，请你立刻马上搬出去我们社区。你一辈子都不会犯错吗？截至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吸毒过，也没有外遇过。 以前的事情，他会渐渐想起来吧。这就有点难说了，毕竟青少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。不用那么担心啦，我看他的状态是有改善的。你愿意跟我聊一聊你之前在学校跟同学起争执的事吗？ 我还是没有想起来。